哇，五题一条，哇，好难哦，基本上是基本上没有一题。我们是 A B C D 吗？还是不是？就是你们要一起答一个答案。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在哪里？有信心吗？应该有吧。有了，有了。这什么？有信心吗？应该有吧。有了，有了。电梯啦！哪里的电梯？哦，宿舍电梯啦！啊，对啦，这就不算。热身啊，这热身啊，真的。热身嘛，热身嘛，热身。嗯，好。两个人最常一起唱的歌。你要打歌吗？嗯？打什么歌啊？哎、欸，不对哦。最常唱是不是？啊啊，那个，哎、欸，那个是什么歌啊？哦。嗯嗯嗯，对啊，是什么？因为我们那时候好像连续五天还是开直播，然后所有的球迷就是说唱如果可以，我们就从第一天唱到第五天都是如果可以，唱一百次了吧？我们从原 key 然后一直降降到一直降 key 这样，原 key 是可以的。太高了。的声音解开了故事的谜语，落下一万年的月历。怎么称呼对方？平常都怎么称呼对方？最常用的，最常用的。一二三。对啊。对啊。几乎都这样叫了，因为如果说叫小猪的话，可能两个都会回头。对哦，对，嗯，对啊。第三题，两个人放假除了唱歌以外，最常做什么事情？哈？会常做什么事情？会常？哈？最常做的事情？我真的想不到。好了，上一次好了。吃爱玉，吃爱玉。我上次跟他一起去屏东，对，然后我们就吃爱玉这样。对方的口产是什么？嗨。没有，就穿的也是海，没有，就是聊天嘛啊，聊天啊，有时候你讲一些很好笑，也是很惊讶的时候，你就这样听下，海，一个表示自己很惊讶还是的方式啊，嗯，觉得对方的理想型会是哪一型？理想型，喜欢的类型，对，对方喜欢的类型。对对对对吧？对啊，我指的欧美是那种个性啊，对啊，个性比较 open 美式 open 那样，嗯，对啊，穿着很非常做自己，对啊，那我就是啊比较喜欢高的这样，啊，但是很多人就是说，男生都喜欢矮女生，这样就不一样，对啊，哎，好，最后加嘛，对方的生日年月日。哎哎哎哎，我给你想一下，哎、欸、你应该是八月，嗯，你应该是七月，哎、欸、应该是，这超难的、哦、我就写吧，我就这样吧，应该是这样，我再想一下，我再想一下啊，怎么算啊，应该是1998哦，嗯，应该是1991哦、嗯，没那么老了。我就只猜我国小，我小时候印象最深刻就是地震。他一二三，对呢，那你的对吗？不对啊。
我是3月13，我礼拜天生日。你就问这个，对啊，对啊，不要这，不要这，不要这，为什么问这个啦？好了，还算不错，还算不错吧，算可以吧。嗨，对，很喜欢。嗨，那你的很漂亮。嗨，吓到。嗨，很累。嗨，很累呢。对。嗨，你在累什么？嗨。你们两个是整队都会嗨。应该只是我们两个而已啊。对啊。他在讲什么？嗨。